有一艘船呐、啊，哎，上面写的只能载50个人，已经有49个乘客在那边等了，还在等一个人啊，这等了等了，那个来了，是最后一个乘客，第50个人赶来了，哎，对不起大家久等了，一上船那个走上来的时候，大家就有点烦恼，那是个孕妇啊，孕妇一说啊，对不起，让大家久等，一上船一站在50个人以后，噗，船就沉下去了。啊、为什么船会沉下去？这还不简单，啊、大家也都知道，50个人那超重嘛！啊、哦，孕妇超重啊！对啊，不是小孩子在肚子里的问题，不是超重啊？不是不是，那、船破洞漏水啊？啊，有这个瑕疵、啊、是吧？是啊，船舱漏个洞，错啊啦！不是那个行李过重，行李超载是吧？对对对，错啊！这个船早就算好，他就要带点行李了，对不对？那到底是什么？啊、放弃的是吧？放弃的。哎，因为。这艘船人到齐了以后，它是潜水艇。